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姐。今天我们摸索群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边是位于彰化的某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开到这边是随意开，这边是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了。但是我只知道这一间是一个很高很大的铁皮的一间娃娃机店。然后这一场呢，我们也是无意间寻到的。那我们就来这场小玩一下吧。这一台上面有一个夹送商品，非常的特别。你看这边，它写石墨烯微电能量床垫。最屌的是它右边的有一个 slogan， 增加生命能量。睡出健康体什么啊哥体质啊、哦、好，反正就是能够增加生命的一个床垫，蛮屌的。但是它要夹20啦，我们如果20拼不了的话，我们就夹这一个，这个是夹8。但是看上去东西那么多，感觉蛮有机会的。左右啊，没办法插到底耶。这边的呢，但是它有下限长度，所以它没办法插到最深处。哎，哇，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原本想说它应该是很好玩，这样哦，喉解喉解就都有了。但是这一下还不错，一个。然后重点是它这一个红包啦，那个只要打不走，你前面的门就锁死了，所以它是故意插在那里的。你看，但是它下面有吸行甲，是有机会吃到，但是就因为它最后合的那个点，它并不是说合到，整个用捏的啊，都扶得起来之类的，尴尬了。对啊，对啊，你看完全下面那个都吃不起来，因为它的下限长度好像就落在这边而已。我以为是可以下去活到最底，这样一堆一堆一堆，但是没办法。你看它在这边的时候就收爪了，那下面都夹不到啊，都夹不到。不然我就看能不能出一样就好，不然真的。夹八哦，因为它那边你看45度，一个东西卡在洞口，前面一个卡在洞口，光这两个你就封死了。好了，出一个，对啊，出一个小毛巾。OK。因为不然其实我是真的很想要拼那个夹20，但是真的没办法，因为那一个封死了，因为它并不是说捏到东西就完全是无论东西多饱捏都能够扶得起来，加上它又有下限长度，它的下限长度就在这边，所以东西会比较难吃起来。但没关系，那我们就夹一个就好，我们再去玩下一台。这一台没挡的话那就好玩咯。4秒、3秒、2秒、1秒，哎呀，它的力道可以。哎，它这边还有金针哎，超小的小金针。下来，下来，下来。直接放。但这一台比较可惜，它没有那个，没有加送，不然这一台加送应该是蛮简单的。来，都拿拿拿一下，拿一下，打不到了。啊，全部往前倒了。对啊，哇塞，这上面如果啊那个夹二十是这一台就好了。想太多了。我、哦、那真的有机会夹20哦。而且这一台你看，它的力道也很强，整个就是只是单纯被下面的这些卡住而已，不然应该都崩掉了。对嘛，那个加20这一台就好了，这下就轻松了。你看看，你看看，一次出2个，一个，但是它很容易坏，因为东西太大了，一直卡。来，这边有个金针，但是先不打。因为那个金针好像也算是帮我算是一楼哎，
你看，十元一个。你看，如果是那一台，你看又要讲，那如果是那一台的话，嗯、你看已经夹四了，夹四还夹五了，可惜啊。看这一台，哇塞，这一台打这一台真的是哇塞。起雷，哎，卡洞，卡洞青苔，但是不行，他现在雷宝才40块。哦，你看他往前推都会往前放，下去吧你。他平均大概20-30就会出一个。对，20块一个，哇，这一台彪彪叫，哈哈，一个，对啊，太可惜了，这一台没有夹送，来灭火器，还编的，其实这个灭火器就很重了哦。感觉是快吃得到哎，那卫生纸是不能动了、啊。那我再把这边的挖一挖就好了。哎，你看这台多么的可爱呀、啊！你看，这台多么的可爱啊！这一台。加个嘴，哼，来了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还该出个5个。不要理他。对啊，金正也要出了，那就出吧。哦，这个金正。它是杯子啊，马克杯。哇！这个新证能出吗？捏薄一点。嗯，捏薄应该这个就拜拜。虽然它是马克杯，但是。看到金正贴纸就很漂亮，应该差不多了。哎，它还有那个密码锁呢。你今天小孩是国小的或国中的，会骑脚踏车嘛？会需要这个密码锁。你说，哎，这个密码锁你去那个五金行，一个要100-200块吧？你看挖机就有了，夹一夹。过不来。对啊，好像卫生纸要把它用掉了。刚刚都是这个卫生纸在帮我们出的，但现在应该要把它弄掉了。中。直接夹后，直接夹后面。这样啊、喔。对啊。可是我要这一个哎、欸。那你把它弄下来。哇，那个很重。那个应该要卫生纸打掉，用弓的。你看这台真的是随便打随便出。我现在夹的应该也超过10个了，可惜了。就是要过来啊！啊，这个也蛮可爱的啊。吸，夹两个出两个。哎，我的目标还没出来啊！但打这一台是真的爽哎。
差不多，不然我再出两个就好。一个，它快掉了。那我这十块钱是不是不用投啊？拨，来最后一个。这样也行哇！你看这台，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这么快速，一瞬间出几个？三、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你看看，你看看，如果是那一台的话，你看我二十块达标了。嗯。可惜。二十块达标。二十个，二十个快达标了，就有点可惜啦。好，但没关系，而且这台没加送，那就也没关系，因为这台是真的是非常好出。那我们再去玩一下下一台吧。好，我们来玩一下下一台。这一台呢，台组上面有送一个咖啡机，但甲午看上去它整体甲午应该不难。捏捏，哎，没有飘。对啊，没有飘一声，就不知道了。但至少这个要抽得起来，抽不起来的话，我们也就会比较没办法。抽起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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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他虽然没有表那一声，但是他还算有力耶。哎、欸，这是什么啊？看不懂，夹出来看，后面这边稍微带一下。他其实也是有一点放。只是等下那个安全帽有可能是假象，看上去难，把它打掉应该就不难了。哦，有重量。对啊，那代表它爪子很有力啊。哎，它这一台它很漂亮，它下去都一定会收，因为它没有开那个三角片。这个不知道什么，重歪歪。就只是一个收纳箱而已啊，它打开好像就可以当架子啊，可以放饮料杯、放香烟、放饼干、放什么，但它关起来就是很扁的一个，可能比较好收纳的感觉。哦，那这一台爪子有力，那甲午应该不难。那甲午的话，安全帽要不要打掉？安全帽感觉没帮助啊。那就打掉吧。对啊。嘿嘿。啊，嘿嘿。会动。你想打掉也不给你打掉。插到，完全不会动。对啊，哇塞，这安全帽是门神啊，这么有力，抽你这个水壶。如果前面没办法打开的话，那我们就尴尬了。插到底，完全不行，就不知道是这个后面的关系吗？把它压住了。那我们就只能挑上面的来处理。看其他的东西很多都很实用，你看，炒冰机是什么？不知道。然后这边有个厨房三件套组，吹风机。那个应该是不会腐的。哪个不会腐？吹风机。嘿，不知道，也可以试试看，因为这台是蛮有力的。哇，全部就是卡在前面那个安全帽。来的。哎、欸，这是什么？哎、欸，很可爱，米奇哎。你看，每次打巨无霸最开心的就是看到里面商品都琳琅满目。来出，你看有雷标哎，这到底什么？二手，二手，哇塞，积木盒，盒子吧，它好像也不错哎，哎，它是正版的，它有雷标，嗯，哎，别卖，哎，接下来嘞，可能那个那么重会腐的话，那吹风机应该
可以啦，可以啦，只是比较尴尬。然后后面看要不要带一个东西下来，把吹风机后面那条路堵死。过。不然我们最简单的，因为安全帽它就卡死了，我们挑五样嘛。这个绿色的这一盒不知道什么，起来，然后把那个推下来，挑五样来打。抓下面那一个。起。3D 夜灯笔筒，还是再拉一下吹风机？吹风机哦，逆的。好，不会动。哇，吹风机好像真的尴尬。二手，太轻。哎呀，3D 笔筒小夜灯，不错哎。你们两个就这样互换，来呀、啊，推，两个一起出一个，卡住，再两个，哼，你们这两个真的是，我推一下好了，出，出。对吧？第三样，飞呀！三样、四样、五样，这两个飞一个过来，或者是两个都飞过来。虽然前面安全帽卡住了，但是不影响出货。这台北拜还不错，飞呀，飞呀！哇，这个吹风机如果能过来的话，我再试一试。哇，这真正袂使。嗯，他除非真的要过来糊落，我把这边推一下好了，看能不能推到那两个带过去，有机会啦。这样子，带了一个也好，嘿。来，我们来把这个推过来，二手，来呀、啊，再推一次，中两个，他躲不过来。对啊，他把那个洞补齐，这边真的是随便推都可以出，中，可惜呀、啊，再一次，中。过，好，漂亮，来了，进攻，你看，抓在那边就对了，剩一个，剩下一个，那应该是要拖这里的。哦，那一个真的完全助攻，所以有时候拉档就是这么的优，很稳。来呀、啊，最后一个。那个红色盒子那个是什么？也看不出来呢，很像你的健康，我的愿望，什么意思？看不懂哎，这什么东西？血压计、血糖机都有可能。血压计不是长这样，不能把它打出来啊。可是它应该不能用。不知道，这种东西难说。用是一定可以用，但是准不准的问题。嘿嘿，来了来了，结果没想到最后是出这一个啦。
二收，住。哦，这样够近了吧？是啥？按摩哎、欸，好像是那个呢，贴片那一种。OK， 甲午，你看巨无霸的东西都是令人的惊讶。这个笔筒，哎、欸，好看呢、欸，这笔筒真的好看呢、欸。它这边可以放笔，然后这边有一个样式，一个图案还不错看。那这个最好奇是这个什么东西啊？好像是用贴的。对啊，啊，它是贴片，然后电疗，但是我其实不太敢用这种电疗，因为之前有买了一款，然后那个电到那个手会抽筋，那个太电了，万一这个更电的话，不可以等死。那这一台我们就顺利甲午，然后我们觅一下台主拿那一台咖啡机，那我们最后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好，我们今天甲完了，今天我们总共就甲这样子吧。上面五样，然后这边还有一袋，满满的一袋，而且我们甲这个满满的一袋花真的非常之少，好像才顶多400多块之类的，就甲了满满的一袋，因为那一台是真的超爽，出货感超满。只可惜我们第一开始的目标那个能够增加生命的床垫竟然不是白那一台，如果是白那一台的话那就完美了，那我就绝对拼到20，但有点可惜，但没关系，至少我后面这一台呢出货感也非常的不错，而且也顺利的夹到我们的甲午送，就是这一台咖啡机。而且这一台咖啡机不错啊，这一台在那个知名卖场卖这一台都是非常有价格的，而且最屌的我是看到台主这边，他这边写甲午送没错吧，然后里面原本是夹八送，可能太困难，可能夹八就是放的有一点久，然后一直没有人夹，台主就把难易度降低了。这一台的难易度已经算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只卡在前面的安全帽，如果前面的安全帽不在的话，这一台应该很快，可能100-200-300可能就有办法达到甲午，因为这一台的难易度是真的非常的不错。那这次呢我们就夹这样子吧，这次抽奖要抽什么呢？那就它了吧。我们这次抽奖呢就抽里面之中全部最好的这一台咖啡机，因为很多人上班族啊，坐办公室的或者是你是业务啊，早上起来都会想要喝一杯咖啡提提神，你的一整天你的精神好了，然后你的业绩才会好，精神要是不好你的业绩也很难好，因为一直分心，所以这个咖啡非常的重要。那这次呢我们就抽这一台咖啡机送给大家。好，那这一台咖啡机的抽奖办法在片尾，大家看一下，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再见，拜拜。